哎，完全要叫报告处啊，同学，同学，报告处一下，好吗？这个未来的村长啊，谢谢村长。这个前面打。哎呀，那咱们接下来的台风组是不干部啊，你们真的是放在咱先到处啊，我们为大家讲一件，这些二班就是啥事儿？你说他们说说到路过的，你没关系，老板，我在路过那里吧，不答应。哎，我们王代表也在我们现场哈，刚到哈。王代表在我们这个麦克这边，请掌声鼓励一下，王代表啊，对我们掌声一下。啊，他在代表会里面，我们都知道，他也是非常默默行善的一个代表。啊，他不拘小节，也不邀功啊，他非常非常的尽力在为大家争取福利。来，我们十二点钟好不了。我的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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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